吃饭呢，今天吃个红烧肉，吃个豆角，这个是辣的，猪耳朵跟着里面一起卤的，红烧的。辣的有点黑。猪耳朵好吃，咋不喜欢呢？大头菜，炒肉。炒个土豆片。土豆，
吃饭了。腊肉，肥肠，拜拜。
来来，姐妹们吃米粉了，凉拌米粉啊。辣死了。
来来，吃饭喽！泡椒炒的豆角，还有丝瓜煮了一个酥肉汤，然后炒了一个瘦肉，炒豆腐。豆角清炒的，刚给他们端过来，在镜头里面，豆角，好啊。
妹们吃饭了，今天炸土豆吃，泡椒金鸡蛋，煮香肠，煮白菜。我妞妞，我这妞妞烦死了，香辣脆，嗯，好久没有炸土豆吃了。香肠，香肠熏得太干了。嗯。哦哟，啊，掉到瓶子里面去了，准手茶。掉到瓶子里面去了。